宝贝，我大姨妈走了，我先去洗个澡啊。这那澡有什么好洗的呢？哎呀，我想洗香香的了。那个，你等会儿啊，把你闺蜜介绍给我兄弟吧。哪个闺蜜啊？就踢踢那个小富婆。你说你一年赚多少钱啊？十几万吧。合适吗？是一个圈子的吗？我闺蜜养狗一年都20几万。那狗有对象吗？喂，老陈怎么样，你媳妇那闺蜜能成吗？人家养狗一年都花20多万，不合适。那你问问他狗缺对象不。嗯。